对，我这个现在我这儿有两款镜子，然后都是可以做触摸式的，然后两款的反射率不一样，透过率也不一样，然后拍一下它这反射的效果。然后这个直接放在手机前面。这款是薄一点的，它反射率低一些，然后透光率好一些。然后这款是厚一点的，反射率要高，镜面效果好。